车内灯帮我开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妹妹你下来一下。你掐行器会结吧？民警大阵仗拦截围捕，原来这辆车上惊爆有女子被当街掳走，警方即刻救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什么吵架？吵架？对啊，啊，已经骂无心了。怀孕女子竟被押走，押她的人竟是男友，女子吓得向妹妹求助，警方这才及时拦人。涉嫌违反法务令啊？我没有违反。他没有受伤，核心男友被逮还矢口否认，一口一句是要带女友就医。伤害等罪嫌，疑情。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，男方有毒品前科，这次没搜到违禁品，但只因为口角不开心，竟当街强压掳人控制行动，遭持有暂时保护令的女友恐怕再度心碎。记者杨启浩、黄玉兰，新北市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